我要一个烟熏鲑鱼跟炭烤牛排。炭烤猪排。炭烤牛排。牛排啦！老板，帮我开除啦！出去。女人啊，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。離婚弁護士のユーピンと貧乏暇なしのグオ。喂，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啊？まさかの再会でユーピンの家の家政婦に。高収入の条件それは？我要他不可以对我动真情。三个月给你换掉27根，看大家你都私底下偷偷叫他们两个人捣蛋小恶。叔叔，你很讨厌我吗？我只是不喜欢小孩子。这都不懂，你对他们两个那么冷漠，可是他们还是非常在乎你啊！早就瞧不起我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喜欢他可是要没钱的。我是他女朋友，你是谁啊？你想不想当我助理啊？我怎么会喜欢一个那么 man 的人？恋の楽しさを詰め込んであなたに送るロマンチックラブストーリー。君には絶対恋してない。